家好，今天我们分享一个小撇步，许多歌友都碰到老歌配的时候啊，有时候有弦，有时候没弦，那浪费的那是母歌啊。这个老歌又是非常优秀的总歌啊，将近要没弦了哈、啊，就是08、09、10左右的这些老总歌，甚至于到05、04都有哈。啊，这些总歌怎么来配对呢？我们来分享一下，安怎导确定靠赢。首先，这些老总歌如果健康状况像这只一样，健康很正常啊、哦，这个是詹森老麦克斯的血统，很正常。OK， 那我们适用的配对笼是铁笼也 OK， 开放式也 OK， 都 OK。那它是健康的话，那我们就把肛门的毛。把肛门的毛用剪刀把它剪短，看到屁股哈、哦，把这个屁股下面的这个毛，屁股下面的毛，肛门的毛全部把它剪短一点，那就看到屁股了，哦，把它剪短了以后，再把尾巴剪掉三分之一，尾巴再把它剪掉三分之一，那这样它在配对的时候就不会因为爬上母鸽的背，要配的时候这个尾巴。卡住那个地板或者是笼子，那这样的话就会减少空爆弹，而且帮助它受精，能够回能量能稳赢啊呢，安尼导几率非常非常的高。